家吃饭。你就站在这儿给孩子们盛饭啊！哎呀妈，这事儿我来就行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听说你是个富二代，对不对啊？我还听说你在上海那个大医院啊，是个男神，又是一把刀，可了不起了是吧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他一个大男人跑到这儿来，只吃饭不干活。那。这是围裙，穿上。这个是袖套，套上。你站着干嘛呀？放茶杯呀。